非常高兴能够有这么世界级的展品来到台湾。工作人员戴上手套，开启厚重木箱，里头就是具有3000年历史的木乃伊。这是大英博物馆第4度来台，将展出200多件古埃及文物，其中就有6具木乃伊。而为了确保千年古物在入城上毫发无伤，还特别打造出搬运木乃伊的巨型木箱。整个规划设计方面是。 依照它文物的一个类型，然后特别一个刻制化的一个制作方式，所以整体要一方面要稳固，一方面的话要符合它的一个尺寸。因为这些木乃伊经过千年时间，骨骼与布料相当脆弱，因此才会特别定制木箱。而这回千里迢迢从英国搭飞机来到台湾，为了让民众能更近距离接触木乃伊又不破坏的情况下，展场还特别定制有空调的展示柜，好多。 都是有机的，像麻布也好，或者这些棺椁。那棺椁方面，它是木头的，展柜里面它。 的一个维环境，恒温恒湿的话都要求会长严格。这回大英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合作，将从11月14号开始展出6具独特的木乃伊以及上百件千年文物，将带给民众一场埃及的神秘飨宴。记者林文婷、苏显荣、SNG 台北报道。